同学们好，欢迎收看 HSK 专项解析第二讲。这一讲主要介绍 HSK 三级考试。在第一讲中，我们简要介绍了 HSK 三级的构成。HSK 三级成绩报告单往往是申请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研修学习的申请条件。这一讲我们分别从听力、阅读、书写和语法四个方面介绍 HSK 三级。 HSK 三级听力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根据听到的内容选图片，我们建议先看图片再确定关键词，再听录音做对照，然后选择答案，最后听第二遍录音复查。这里有三个图片选项，我们一看图片马上联想，在哪儿、什么时候、谁在做什么等问题，确定图片的关键信息。图片 A 是一个人在厨房修理水管，图片 B 是一位先生一边吃饭一边看报纸，图片 C 是两个人在郊外推着自行车走路，两边是绿色的草地。接着我们结合录音对照我们的想象，如果一致就可以做出选择，如果不确定，播放第二遍录音时再比照一下。比如你听到第一题，在城市里时间长了，真应该出来走走。是啊，这儿的环境真好，有草地，有小鸟。比如第一题你听到，这跟我们在图片 C 中看到的、想到的一致，因此选 C。 第二题你听到，不要一边吃饭一边看报纸，好不好？知道了，我就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这跟图片 B 的内容一致，所以选 B。注意听力考试时要快速集中注意力，在播放录音前或者播放录音的间隙，尽量确认图片选项的关键信息。第二部分是根据听到的内容判断对错，我们建议先看题干理解语义，再听录音做标记，根据标记做判断，最后听第二遍录音复查。比如第一个题目你听到，下个月准备休息一星期，我打算去旅游，所以想请邻居帮我照顾我的小狗。他打算带小狗去外地玩。男的打算去旅游，去跟外地玩的意义一致，但他请邻居照顾小狗，就是不带小狗一起去，所以他打算带小狗去外地玩的表述是错误的。第二个题目的题干是他不想一个人去医院，我们可以知道两层意思，他要去医院，可是不想一个人去，要有人陪。在听录音时要注意比照，最近我眼睛不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明天你有时间吗？和我一起去吧。他不想一个人去医院。说话人想请听话人和他一起去医院，所以这里的表述是正确的。第三部分是听对话，给问题选择正确答案。我们建议先看选项猜测提问信息，再听录音对照选项，注意分清角色是男的还是女的，听第二遍录音复查。
比如这个题目中你看到三个选项，想到的词应该是地方，对话后的问题应该是哪儿。在听录音的过程中注意分清角色，不同角色对应的地点可能不同。请听。22。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今天银行的人太多了。没关系，我刚才经过书店，去看了会儿书。男的刚从哪儿来？按照前面的建议仔细听后，可以知道男的刚去过银行，女的刚去过书店。问的是男的刚从哪儿来，答案是 B。 看题目选项做预测，可以使你听录音的时候思路更清晰。比如你看到口渴、头疼、冷三个选项，应该猜到问题可能是说话人怎么了。如果选项是时间点或时间短语，应该是问什么时候。如果选项是医生、司机、服务员，应该是问做什么的。在听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跟这些职业有关的表达。医生看病开药，司机开车，服务员点菜等等。这一部分常出现的问题有：在做什么？说话人是什么意思？说话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等等。第四部分是听长对话，给问题选择正确答案。我们建议先看选项猜测提问信息，再听录音对照选项做笔记，分清角色做判断。听第二遍录音复查。这道题中你看到三个选项，你可以判断问题是两个说话人是什么关系。接下来可以有目的地听录音。请听。35。明天你去送女儿吧，我要早点去公司。我明天早上也有个会。那还是我送吧，我们早点出门。好，我明天可以早点下班，我去接她。他们是什么关系？问题跟我们猜测的一样，答案就藏在细节里。男的让女的送女儿，女的有个会议，男的决定自己送，建议他们早点出门。可见女儿是他们俩的女儿，他们是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女的后面说她去接女儿，更确认了这一点，因此正确答案是 B。 这一部分的听力内容比较长，不要慌乱紧张，理清思路，注意不同说话人的表达内容，再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HSK 三级的阅读部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共10题，提供20个句子，考生要找出对应关系。这里主要考察考生联系上下文的能力，需要考生发挥语境联想，找出语句间的语义联系。注意，给出的选项可能是题目语句的上句，也可能是下句。在下面的题目中，第46题，从需要换眼镜可以联想到视力不好了，看不清了。 B 选项自小看不清和这一题正好一致，因此答案是 B。 第48题，介绍男朋友跟选项 C 有关。比较难的是第49题，为什么总是我，是用反问的语气表达自己的不满。
表示总是不应让自己做事。对应的上文应该是说话人要求他做事。这样 A 选项中你来洗碗正好符合条件。第二部分是选词填空。这里题干提供的是一种语境，需要结合语义选择合适的选项填进来。第51题，空格后的词成绩是名词。C 音乐和 D 其他都可以搭配，但成绩后的短语是都不错，可见成绩不是单科成绩，是多门课的成绩。这样只有 D 其他可以表示多数，那么 D 就是正确选项。第56题，对话中谈论的是什么时候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想办法， E 选项就是正确答案。第58题，肉猫吃了，肉是吃的宾语，放在主语位置上，可见是个被动句，所以选择 C 被，肉被猫吃了。选项里的词语出自 HSK 三级词汇大纲，同学们准备三级考试时应注意学习，了解了这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才能跟题干提供的语境搭配起来。第三部分，读短文后给问题选择答案。这部分主要考察考生的观察力和理解力。第69题的主题是它的变化，主要通过跟以前的情况比较来说明。问题是它以前怎么样？我们可以从短文里的比较句分析出来，它以前胖，现在瘦，但是他跟以前一样热情、快乐、关心别人，因此 C 选项是正确答案。第70题，行李箱现在可能在哪儿？我们从第一句可知，行李箱在出租车车厢里，第二句忘了拿，还在出租车车厢里，第三句相信能找到，只是想法，不是已发生的事实，所以行李箱现在可能还在出租车上，答案是 C。 这一部分通常先看选项，提取关键词，再到文中找带有这个关键词的语句，分清关系和层次，就可以找到答案。 HSK 三级书写分为两个部分，共10题。第一部分实际是排序题，把打乱顺序的词语重新组合成一个句子，考察的是考生对汉语语序的掌握情况。第一题中的在和哪容易让人产生疑问，在既可以用作连接处所的介词，也可以作为进行态助词，用在动词前。哪加上词缀而或者名词里才能表示处所，给出的词语里没有而或里，那么哪后面应该是数量词加名词，表示确定具体对象，所以在应该用作进行态助词。正确语序是他们在复习哪一课。第二题考察的是的强调句型。第二部分考察的是汉字书写，这需要考生在平时学习中注意汉字书写训练。以上就是 HSK 三级的题目解析，希望为大家准备 HSK 考试提供一些训练启发。HSK 考试的各部分内容编写都是以 HSK 考试大纲为基础的，语法大纲是 HSK 大纲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从词类、句子成分、句型、句类
和复句等角度做简略的介绍。代词需注意别人、自己、其他。其他表示排除特定类型后的部分，有复数意义。例句，除了数学，其他都很好。其他是指不包含数学的所有科目。这么、那么是指示程度、方式、性质等的代词，常用于表示感叹语气，比如这么漂亮啊。数词需要注意概述表达。第一，用相邻数字表示，二十五六岁，七八个，三四十斤，二三百块。第二，用几表示，几百人，十几个。注意，数字往往是十的倍数。第三，用多表示，十多个，二十多年，一千多块。数字仍注意是十的倍数。量词，注意一些常用的明量词和量词重叠的意义。明量词就是用来计量名词的量词，比如一双袜子、一条河、三层楼、几种动物、一辆汽车、一位老师。量词重叠表示全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一样，没有例外，有强调作用。比如条条大路通罗马，比喻取得成功的办法很多，所有的办法都可以。动词中认为、以为、打算、相信、决定，是用于表达态度、观点、愿望等的心理动词。要注意下列助动词的意义不同。能表示条件允许，如这儿不能吸烟。会也可以表示推测，明天不会下雨。可以用于表示主题的某种功能，比如听音乐可以学习汉语。愿意表示主观态度，他不愿意一个人住。应该表示合理的做法，你应该早点来。敢表示胆量，我不敢大声说话。离合词需要注意离的用法，就是在离合词两个语速中可以插入其他成分，比如帮一个忙、见了面、洗完澡了、生他的气等。动词重叠时注意帮帮忙、见见面、上上网、聊聊天等。和的用法用介词引入动作对象，如跟朋友见面。副词中请注意程度副词越、特别、及、几乎、比较，一般用在形容词或心理动词前，及还可在形容词后用作程度补语，如好极了。时间副词还、已经、先、马上、就、才都位于主语后，位于前。注意就和才的意义不同，他七点就到教室了，表示他到得早。我八点才到教室，表示我到得晚。描述已发生事件时，就这一句句尾要有了，才有已然意，所以句末不加了。频率副词中要注意一直和总是的不同。一直表示持续，总是表示动作或状态的重复。因此，最近总是下雨表示多次下雨，每次有间隔。最近一直下雨表示雨没有停，还在下。在和又在时间上有差别。范围副词一起指向复数主语，表示多人同时做。一共
和指用于强调数量，他们只聊了十分钟，表示聊天的时间短。语气副词终于表示到最后有了结果，有松了一口气的意味。他终于听懂了。其实往往位于句首，表示事实上，如其实我也不知道。句末了表示变化，出现了新情况，比如我可以下班了，他不迟到了。介词中为连接对象，比如为我担心。为了表示目的，常连接动词短语或小句，如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人们想了很多办法。关于短语一般放在句首，表示动词作用的范围，比如关于这段历史我知道的很少。下面是句子成分，需掌握动词结果补语的结构和常用于结果补语的形容词和动词。注意，用于结果补语的动词一般都有结果意或变化意，如吃完了、学会了、听懂了等。 HSK 三级中需掌握如下句型。比较句，注意否定结构，不比是部分否定，不如是完全否定。比较句中表示比较特征的形容词前可以加副词还、更，但不能加很、比较、特别等程度副词，因为这些副词只有描写意，没有比较意。前一动作表示后一动作方式的联动句，如坐地铁去上班。注意，如果表示动作已发生，了要放在后一动词短语后。前一动作如果是伴随动作，可以在动词后加着，如听着音乐写作业。存在句要注意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的句子结构，方位短语加动词加着加数量加名词。把字句要注意两种把字句的语序和意义，一是表示位移的把字句，他把书放在桌子上了；二是表示性质变化的把字句，我把衣服洗干净了。被字句需要注意句中动词谓语要有完成或变化意义，动作的发出者有时也可省略，如他的手机被偷了。被字句常用于表达消极意义，有被动、受损等意义。下面我们再介绍两个句类，一个是感叹句，主要由多么加形容词加啊构成，么在口语中常可以省略不说，如多么漂亮啊，便宜极了也是感叹句的一种。另一个是选择疑问句，主要用是还是结构完成，前面的是在口语中常可省略，如你打算今天去还是明天去。现在我们说一说复句，这里的并列复句、承接复句和选择复句中的两个小句之间是联合关系，没有主要和次要的不同。在转折复句和假设复句中，后一分句往往是说话人要表达的意思，比如选择复句，他每天不是工作就是学习，学习和工作是他每天做的两件事，没有别的。转折复句汉语虽然很难，但是很有意思，汉语很有意思是说话人的主要意思。最后说一说紧缩句，紧缩句往往是单句中两个谓语存在承接、假设、条件、因果等关系，如我吃了饭就去图书馆，吃饭和去图书馆是先后发生的承接关系。
他一看书就头疼，看书和头疼是条件关系。身体越不好越要锻炼，身体不好跟锻炼是连锁关系。注意紧缩句的主语位于句首。这就是 HSK 三级的全部内容，建议大家多记生词，多听多练，有意识地用 HSK 考试促进自己的汉语学习。同学们加油！